哎，得得，还有戴雅台电脑还差，我靠！然后第一台不算时间，读人品，第二台就要算了。哎，啊，哇，恭喜哦！好，开始啊。然后主题是21世纪 NAS， 那我们是一家着重于私有云端储存、平量储存、端系动态域名转换捆绑，懂吗？那我还是讲技术好了，不过真的很难解释，你不如枪毙我算了。啊，开玩笑，回归主题，我今天要讲的是21世纪的 NAS 方案。那大家都很专业，所以我就直接不解释了。总之，大家抓怕出来大杀四方，那其无脑方便，你符合使用者那个大部分需求。那你说 NAS 可以用，那其他有脑用上。不过如果你有脑，你大概就不会买 NAS 了。好，开玩笑了啦。那如果 NAS 你不会用，你有时候买第二个看看吗？我还是开玩笑的。那不过你有时候用随身碟吗？那当然，你说 NAS 可以随便用三 TB， 你随身碟有升级，大概没有机会接到三 TB 随身碟了。好，那再来是21世纪已经过十几年了，贾伯斯已经死11遍了 ，NAS 还是 NAS。所以如果你要安装使用 NAS， 你需要懂这么多的知识，所以施主你还切了吧，用过都知道痛。所以我决定自己来，我买一个 WiFi router 拆开。然后塞个电池，灌个番茄，它就是 NAS。好，那就是 live demo。那我要 demo 如何在10秒钟设立一台 NAS。那有问题是你有用过随身碟吗？那我先讲NAS 在我身上，就是 NAS。我知道会长网络非常不稳，所以我准备了有线 solution。它本身是 NAS， 它也是一个 router。那我现在把它当 NAS 来用。好，那我这边有一只随身碟，我就这样轻松的把它插上去，超爽哦 ！Live demo， 哦，它跳出来了。好，那它跳出一颗3TB 的随身碟，有生之年我们终于见到神啦，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那就是这就是你现在还会连到这台电脑里面的资料。好，那我切回来，再来是时间快到了，但再来说，如果你不喜欢 NAS， 你有说再买一只随身碟吗？其实我把 NAS 一整都装在这个随身碟上面了，所以你只要我两只随身碟只要互插，那两个电脑会互相 mount， 自动 mount 对方的电脑，你随时随地在两个地方两个电脑插上去，然后不用取网，然后全部会搞定好。那我们是 Project Miracle， 我们在9月上 Kickstarter。那 Q&A 时间，有位台北的马先生 call in， 这东西要怎么安装设定啊？报告学长，完全没有设定。好的产品就是要连 Bumper 都会用，谢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台下观看更详细的内容。谢谢大家。